你在看什么啊？为什么要一直傻笑？我只是在看 Lisa 的 IG 啊。哦，她简直就是我心目中女神的类型。我还是比较喜欢 IU 那一型，人正身材又好。你们两个都不要争了，子瑜才是最正的。他们在聊什么？他们好像在讨论哪个女生比较正。为什么我们班都没有像 Lisa 那种女生？为什么 IU 不是我同学？我希望我们班上有一个子瑜吗？干嘛弄我啦？你快逃进啦！干嘛突然讲台语？哇，我够水的呢！你们干嘛突然就讲台语啊？你真讲呢？安尼哦，伊是听无的。应该无尴尬，伊生了就亲像娃娃。干嘛尴尬呢？足水的。你的鼻啊足悬的，我足挺身。你看起来就是假。卖家己算头皮，这个人是假。喂，我到啦，我姐来对啊，阿弟到位。妖修，他会说台语，那他不就听到我们在说什么了？天哪，也太尴尬了吧！不要紧啊，不要紧，阿弟慢慢来哈，拜拜。几点张敏还会来？你再等他一下啦。张敏说他今天会带一位新朋友来，钱真没有，是真没有啊，可以原谅他啦。才刚说完，张敏就来了。我去接我朋友，他路不熟，可以叫我 Cindy 就好。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哎 ，Cindy， 张敏那个朋友也太真了吧！现在心跳加速，是正常的吗？嗯，你在说什么？没有啦，没有。没有，田豪说他昨天下大雨，他追那个公车，但是开很快，就还被你摔个狗吃屎，你知道吗？手还沾大便。真的是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女人味。再看看我们班的女生。怎么难开？这不就开了吗？雨昕，你也太帅了吧！不像某人，过分。哎，有蟑螂！蟑螂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。不要杀我！我们班男生都一样，一样废。怎么想开露一点呢？雨昕，你也太帅了吧！等一下，雨萱，你走错位置了，张明跳错，再一次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那个表情管理要注意一下哦。那我们配乐来一次。傻你来的呀！我还没有看过他们认真的样子。他们这样其实还蛮美的。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萱，记得帮我们中学频道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然后我的 IG 主页在这边记得追踪追起来哦。